刮动呢、這个系嘛？哦，攞起股，哦，我、哦、呢、這个 OK， 过瘾喎呢个刮矿，大家一齐做矿工啦，系咪？跟住系咪你啊？哦，就系佢啊，应该系缆车上面嗰度，我、哦、下面呢、這个啱啱就。揭开神秘面纱，跟住呢个就揾个无名嘅人士，系咪？已经揾到啦，已经搞掂，跟住再翻去啦，系嘛？跟住又可以落嚟呢度，系嘛？好 ，my 零佬，顶啊！矿工创世套件通常售价10,000 F， 现在只需10,000，黐筋啊！都冇得唔买啦，青铜，青铜。青铜矿啊，呢个系 T 九，好啦，咁大致上咧个流程就系咁多啦。咁然之后咧，当你一开始掘矿嘅时候咧，就只有两个地区可以俾你掘啦。咁一个咧就系喺沙漠嗰边，咁一个咧就系喺火道馆上面嗰个嘅嗰条小径嘅山洞入面。咁等到20呢之後呢，佢就會再開放兩個俾你啦。咁其他嗰啲應該都係根據 level 而開放得越嚟越高。咁同埋呢，佢有一啲嘅道具可以升級嘅。咁但係呢，佢係需要用錢買藍圖啦，同埋要買一啲嘅掘一啲嘅材料去到整上去嘅。咁但係升咗上去有啲咩特別呢？咁暫時未知呀。咁掘礦等級又有啲咩用呢？暫時我都未知嘅，等之後再研究一下啦。